介绍一下，没有一些旅游的条件。对，现在这个是新加坡。全球只有200台，其中一台就在这里，而且这个地方是深山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算是在油棕园里面的一个隐藏咖啡馆，但是老板交代过不会让人家知道在哪里，所以我会跟他在哪里安排。欢迎光临，这就是甘崩人情味。我们跟安哥讲 hello 啊，他不是跟我们讲 hello， 他是直接香蕉拿去吃，因为香蕉已经熟了啊。你看不一样的，这就是甘巴，这个就是甘崩的人情味。现在几久了？你今年1978年到现在，1978年到现在。我爸在1978年刚在这边出事的，跟我一样哎。他在这边出事。你的家跟我一样大，他的姐姐也是在这边出事的。没，但是这间家建多久了？就是1978年建好，我搬来了，七月了。你看，1978年跟我一样，45岁啊，这间家。哇，我感觉好像突然间进来，变成是来到日本哎。哇，哇，要晒吗？晒，连条衣服都不一样。感觉出来的有没有好像来到日本哦？哇，皮诺都很舒服的。哇！不要不要拍了，你不要来拍了，是的。不油，这件很暗的，又没有灯光。还有灯呢。可以去外面拍就好。哎，我们跟谁的 feeling 又不一样，因为你看灯光这样的可以营造不一样的 feel。不一样啊，那我们拍摄啊，甚至在家啊，其实灯是灵魂，所以你看这里的灯啊不一样，它营造出来的感觉也不一样。然后这也是用这个照明的，这什么东西？拿起来。哎呦，哎，哇，这个是怎样？这个就是可以直接送餐到这边啊。OK 了，这个是算是一个贴心服务，因为以前是一个aircon， 你知道那种 box 的 aircon 的一个洞，所以他们已经做了嘛，所以不要补回去，补回去一定很难看的嘛，不然就是你放一幅画了，把那个画放这边，把很难看的那幅画放这边的，放上面高一点，所以他就做了，他就想有这个巧思做这个贴心服务，这样 go go go， sir your breakfast。
很小哎，它不大，但它是棋盘式的，因为它是在英殖民时代的时候才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城市规划。所以这个你要我看什么东西？这个其实1917年就什么说就是已经百年了，百年整，百年。他最近还做了一个整修了，OK，做了一个百年老。麻建筑了，对，老建筑 ，OK。麻坡的建筑说，如果是说老的话啦，建筑要看老的话，要去马六甲。因为马六甲很多那种200年以上的，但是麻坡其实是不同年代的物质，在这个小市镇都看得到。OK，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，其实这个海这个物质的那个方式叫海峡遮冻式。因为第一口喝下去啊。因为我们的味蕾啊最敏感就是酸，这个第一口下去是先那个酸味先，然后再来带就变成甜，然后很清爽，炎热，哇，真的嘞，喝一下亮去跟你一样，亮晶晶的亮，跟你一样，哇，你看老板娘真的很呆落。我回来建创业，到现在应该有7年了，对，其实已经很久了，对，差17年。他都讲了，这里是他的长大的地方，开心店，然后他特别喜欢这边，所以我觉得这种地不一样，因为他现在在这里一个月赚10万台币，所以是应该回来。不要来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OK， 我要放弃一个50英镑的价钱回来马来西亚。只差50ringgit，就在这里。